权的主权，哦，但是伊皇帝有领土的主权，伊是拿这个法律的主权，就是管辖治理权来交日本天皇尔，哦，所以讲天皇那放弃伊韩国的权力的主权了后，等于韩国的皇帝，伊就有这两项，这两项叫做完全主权，就是讲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。过来，主权权利，哦，嘛是等于主权的义务，这权利全拢相同，只是讲名称有无啥相同。啊，我甲你解释，哦，就是等于管辖治理权加领土的所有权，哦，这个就是 right 加 title 加 claim。为什么他爱这个 claim？ 哦，加 reputation， 这是等于。权利、甲名誉、甲主张、甲义务，吼、哦。来，咱来看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条 two， 这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的 B， 吼、哦、的原文，吼、哦。B， 叶片为咱这是 all right， 开头，嗯，可能，这可能，吼、哦。我有甲你注明，这可能 ，to Formosa and， 吼 ，peace， 澎湖，吼、哦，这是。台湾就包括澎湖，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权力，名义主张，这个可能就是主张，这就是宣誓权。为什么咱来放弃这三个？来，咱来看，比较二战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意大利的条约嘛真长，吼、哦，咱来看第23条。意大利为咱这是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利亚，吼，就是意大利伊无索马利亚的领土主权退回来，伊无伊迄个主权，所以讲伊爱放弃全部，就是放弃 title 甲 right， 吼。后来咱搁倒转来甲看一个吼，就是咱和平条约，台湾爱放弃这三个，吼，因为这个。就是变作领土的关系，咱来放弃管辖治理权，就是等于权利主权，吼、哦。咱搁看较详细，伊这恁一定爱知影吼、哦。这个管辖治理权，吼、哦，就是这个，阿嘛当等于讲这是主权的权利，吼、哦，等于这种相同的权利主权这种相同，吼、哦，咱就是爱放弃这个。放弃这个可能，啊，我写啊，讲可能这个，啊，这个宣誓权就是啥物事？譬如讲，去年四月七，这个美军的第七舰队现役的大黄蜂，迄两只战斗机，伊降落伫台南，为啥伊才要降落伫台南？啊，屏东会使袂？新竹会使袂？会使，因为这就是。主张宣誓权，伊有这个台湾这块土地的占领权，这个权利在伊的手里，伊随时要降落拢总会使。但是相对的，你若惊伊这两只飞行机来飞过苏联的领空啊，会变作安怎？苏联绝对来拍。伊这个主张的意思就是讲。我若叫你袂当飞过这个领空，你就是袂当飞过。我若伫我的领海的海域的界限，你袂当把我开过哦。你若开过，我一定要飞船把你炸掉去。哦，这就是主张宣誓权。啊，咱就是放弃这个，因为伫1945年四月七，吼、哦，台湾。甲这个日本，以日本实施明治宪法，就是内地延伸，将伊个宪法来伫台湾遮实施，了合并做领土。哦，所以讲咱就挂袂出去，啊，日本战败，等于咱是战败。只是讲这个领土的主权是被美国扣啊，伊即摆伊扣掉，哦，是他说了算，是安尼个。哦，为什么咱即摆搁讲到遮来？就是讲，当我咧讲课的时阵，马人反映讲，韩国会当独立，咱
袂当独立，啊，原因是出伫遮，因为你讲以前战败，啊，咱都放弃主权权利，但是这是一个管辖事实权，外口人完全毋知影，我啊，都已经拢现中国啊，哦，这是一个误会，无去了解到这个法律的详细性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你若今日阿扁啊。的进程就是李登辉先生，伊做十三年，敢十二年、十个月吼，等于十三年，佫刷落来，是毋是阿扁两千年开始做，做到2008年，这个当中两任拢是本土台湾人，做21年。那如果是21年，你若是一个国家来讲，有法度哪独立无？21年哦，如果来当独立，早就独立完了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就是牵涉就是领土的问题，因咱大这块土地，要定啊，要不是日本天皇。哦，所以讲咱伫只无法度啦，完全独立的原因是只啊。来，啊，咱即摆看这个吼，就是美国军事政府架构啊。诶，台湾民政府，我想啊，那时间来向计，安尼在了搞，我阿个阿爸说这阿个讲诶，哈，后来，我计，啥物叫做台湾民政府，啥物叫做军事政府，恁去张来，张来哈，因一时较有派，恁张来咱诶大门边向是一个代理照，哦，爱好去台湾政府。对吧？有印象无？啊，恁进来时阵，进来咱大楼，哦，这办公厅，遐有写台湾民政府，啊，到底是台湾政府还是台湾民政府？这个不是咱学员进来，那较敏感性个讲，啊，这到底是对一个？我看无，哦，咱直接我来做一个解释，哈、哦，这是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， 哈、哦。这是简称 USMG， 美国军事政府。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 这是台湾民政府。因为军事政府，伊的责任是爱负责伊食的这个地区的国防，甲这个土地的人民财产、生命安全，这是军事政府伊爱做的。但是民事政府，咱是爱负责啥？负责咱这个岛屿内底的内政。包括司法、立法，这是军政府的人干涉。只要是讲，伊扶持，这样这样扶持的民政府起来，那是讲正常化了后，伊有两个单位宣布，伊的军事撤退，第一就是国会，第二就是总统。宣布了后，这个名会提掉，哈、哦，就是这个名。那撤退了，军事撤退了，这个人会退掉，啊，这四字是变哪呾？啊、哦，就是台湾政府，咱的身份证 ID 就写台湾政府，哦，安尼恁听有啦吼、哦。来，啊，这是这个法律论述的探讨吼，是国际战争法，这是今仔日恁上重要的吼。战领未当移转主权，这是美国陆军交战手册。第六章第一节第358条内底所延伸出来，这有法源的，不是咱直接讲、凊彩讲的，不是，这有根据法源哈。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，这是《日内瓦和平公约》第47条哦所延伸出来。哇，歹势，今天时间到，哦，啊，我就讲到这哈。啊，恁若有需要，这个随时在咧扣的拢有哈。来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